第三十八题，下列哪一项反应过程必须加入还原剂？注：各式中仅列出主要反应未平衡。还原剂是让别人还原自己氧化，所以要加入还原剂的，就是要呢发生所谓的还原反应。而我们现在所教的是得到氧叫做氧化，失去氧叫做还原。这里的选项，诸各位同学不容易判断，我们暂时不要理它。但是选项 B 很正常，它的三氧化二铁变成铁，对，它失去了氧，所以它发生还原反应，所以它需要还原剂。所以第三十八题问我们说，下列哪一项反应过程必须加入还原剂？我们答案选的是B，Fe2O3变成Fe，三氧化二铁变成铁。